确定这是你想要的？哇！书到用时方恨少，熊到用时方知锤。 我想说，不单只是因为工作的狂，我还是可以吸引男人的女人。哎，关灯怎么？ 新的身份证、出生年日都改成西元了吗？一直以来都是民国。所以七十三的意思是？意思是，难道你不能安静一下吗？你
干嘛啦？你是民国73年次。是啊。所以不是西元1973。你说嘞？你是73，你是干嘛不早讲啊？保险套啊！保险套啊！给我出去！手机，我的头！等一下，谁手机软啊？你呀、啊！我！我小学时候，你仔细看小小的邵俊软好不好？小鬼，你给我出去！这手机要选哪来的保险套？等一下啦！喂，这个是常识好不好？再说，差8岁，你有必要惊讶成这样吗？我就居然在一个小鬼面前卖弄风骚！我念大学的时候，他还在流鼻涕嘞。大姐，那如果我跟他交往，不小心怀孕的话，堕胎费是不是跟他爸妈拿？大姐，那如果我们结了婚，我大肚子，我是不是挺着肚子去病看他？我没说要跟你结婚啊！那如果我买房子，我不可能叫分头集团。大姐，你会不会想太多了一点？我原本进来只是想要陪你吃个宵夜啊，你这样莫名其妙把我拉上床，然后又莫名其妙把我踢下床，踢下床就算了，现在莫名其妙再训我一顿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我不想干嘛。你妈没有告诉你不可以随便进陌生人家吗？我还这么晚，你怎么回家？你妈会担心你知不知道？你家里开了保险，让你妈知道吗？不是这种，现在回去呢就乖乖的等你妈妈告诉你，明天开始呢就正正当当当个年轻人。不是我去。什么东西啊！我计程车是不是？叫我来就来，叫我停就停。我先陪你过圣诞节。谁说果然没错？这女人莫名其妙了。不打电话，不寄 email 是怎样？不然叫姐姐传个话嘛。你知不知道你这失踪半年我有多担心？我妈也是，他们都担心你说。没带什么？保险套啊！怎么可能？你冰箱不都会放一个的？不是啊，我离开你这半年，我所有生活重心都在用功读书上面，而且现在全心全意喜欢你，我放的东西在身上干嘛啦？不行，保护措施是一个成熟男人对一个女人的基本尊重。我，卡斯，我知道你很尊重我。但我希望你现在继续。无双，民宿旁边就有一家便利商店，我一定会用最快的速度赶回来。气氛都破坏光了，谁需要你尊重啊？我需要你无礼好不好？
你回来了，谢谢你肯陪我这两天一夜。我已经下了很大的决心，我保证，我不会再为了工作忽略你。 不行了，我还没有穿我的性感睡衣，我觉得头好昏。可是我不能再等了，我现在全身都好热，我想要永远跟你在一起。 生命都是因为我，我照顾你是应该的啊，你不要让我担心好不好？你不要再靠近我了，我们已经决定好要到陌生人，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你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们现在一点关系也没有。要是你跟我进去，到时候发生什么事情，我可不敢保证。 你还不走！我知道你在吓唬我，你想故意赶我走，对不对？不怕，我已经不是以前的陈心怡了，你吓不了我的。 担心你。
接受凋零，风接受追寻。身体不能湿湿的，我帮把身体擦干了。你是认真的吗？从上海遇见你，我就想要问你，如果你真的在乎我的话，为什么你当初你要……我后悔了，遇见一个爱我的人，而且我也很爱他。我后悔两年前我没有早一点发现，就是你。我没有好好珍惜。